出钱俾个人，咩人咪俾个人，佢好嘅嘢咪是俾个人，即系俾个人，千里迢迢走来车，因为你讲嘅不会相关嘅人员，甲伊讲，因为伊讲专写专栏，以前两年前。奥巴马总统发言讲：“奇怪，这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无代无志，咱两个人在解构。一个人讲叫做 Roger Lin， 那是我；啊，另外一个就是陈水扁。你记得去年陈水扁总统做美国第一记无？报纸跟你讲哈，讲不予受理，其实。”这些人黑白翻译，敢若亲像现主席的中华民国在台湾，用什么名加入所有世界组织？用 Chinese Taipei。你敢知什么话叫做 Chinese Taipei？ 知影你惊死我看。来，你讲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中国台北，迄撮好受着国民党的教育来。哎呀，中华台北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有听过我讲啦，咱的尊敬，各位，请你随便正式的文字是啥？啊，流亡应该吼讲英文啦吼 ，Chinese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进入 in 台北，未当讲 Chinese 台湾，一定爱讲 Chinese 台北，所以流亡中国进入在台北，这是一天主席。中华民国的名啊！你总统是流氓政府，强逼的奴隶啊！你知不知啊？今日我讲推翻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下面就做国民党，好不好？啊，为了要不听呢，请大家呢，过来吃饭。下面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像我阿伯啊，真信，我去应信呢。我知影各位可能未晓看网络啦，网络，我想想，就是我的时阵，检察官甲我问，我嘛甲问，我请问你，你伫十一月二日，你加入国际检察官会议的时阵，用什么名？检察官讲，你讲看卖，我用 Chinese Taipei， 啊，你知影什么意思无？你个讲讲，啊，你讲看卖，流亡中华民国揭露在台北啦，你检察官，你代表流亡中华民国的揭露，你竟然没有中华民国话都讲过，我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人，得不得？今日讲话前面麦克风的人是我呢，你今日你听讲话对啦就好呢，是你免惊啊，你还搁会惊啥？下面讲好多的人好不好？哎，这边讲话，推翻中华民国好不好？哎，讲话安尼好，要各位哦，稍等下我再跟各位讲，因为呢，咱这些人啊，有一个叫做民进党。西海外的主意叫做蔡明法，伊特别飞转来，咱请伊来讲讲几个问题啦。刷落去，只听比蔡明法较大个民进党个官严小青，我甲各位讲几个，安怎？各位，有人是严小青帮忙啊？